你就负责开车和赚钱，然后我负责看孩子。你确定？对啊。好，大家你们听见了哈？对啊。爸爸要遛娃，妈妈负责工作。看我们家雷雷，我们家的二宝一直在往外看。第一次带二宝带坐船是吧？好小啊。And if you want to see it from the front, you can go from Newhound out here. It takes about 太小了，一点点唯一的雕像。现在我们参观阿姆斯特丹这边啊，不是阿姆斯特丹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，嘴坏的很。哥本哈根。建造形式和阿姆斯特丹很像，所以这边的房子很贵，很多人都住在船上。咱们现在参观的就是住在船上的好多哥本哈根丹麦本地人，吃喝住全都是在船上。你想在这住吗？住在船上可以走试一下。我看还有一个小摇椅船上。我们家二宝大宝一直在看船，他喜欢船。大宝你想住在船上吗？大宝累了，小公主晒着太阳很舒服。他们刚才刚说啊，上周刚开学啊。哇，他们这上周就开学了。对，因为他们12月份特别冷，冬天就不上。放假特别长时间。哦，冬天放的时间长，夏天短。一直自己在这说话。哦，这个船上肯定住人了，这船大，48号，这里房子一平米得20000欧，比巴黎都贵。哇，这里有个很漂亮的小钟楼，真漂亮。哇，哇，大家在这吃饭呢。我们昨天到这儿了。哎，对，昨天就是在这儿，有流浪汉这里。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了。对，是的，流浪汉。嗨，太瘦。哟，小公主，看见什么了，妮妮儿？哎，看见爸爸了。这个桥挺好玩的，老婆，看了，这结构特别好玩。瞧，这个桥也漂亮，乐高房，这个建筑是有乐高的元素在里面，透明玻璃房。你修呢？这是国家博物馆，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。哇，这个好窄啊，好窄的一个桥洞啊！哇，竟然能进来这个小桥！哇，这个开船的技术也非常好啊，开船的哥们技术相当了得了。后边这个桥洞。看怎么拐，拐过来了。And if you're gonna get, give him a ball. 哦，太棒了！
技术很好，开船师傅技术。马上结束了，这一圈都完了，还是很漂亮的。回来了，转了一圈，哇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在出发之前啊，然后吃一个当地特色的东西，那小虾、鱼、小丸子，这个小丸子鱼丸是吧？那这是兔啊，那个羊肉，羊肉牛肉啊，比一下一下的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对，看看，我觉得这个好吃，看起来不错，对，蘸这个酱，蘸一下这个酱，蘸一下。大家看看，蘸一下，感觉是不错，非常棒啊！这虾看起来也不错，鱼和虾。我给你吃米米。这份也不贵，这份也就8欧元，8欧元一份，这10欧元。来，吃一口，好吃吗？他们盐，盐放的多，他们吃咸吃的厉害。据说寒冷的地方人吃盐吃的多。是越往北人吃的越咸。尝尝这个，尝一个小虾，小虾也好吃。太咸的。哦，咸的，上面还有茴香苗嘞。哦，茴香苗。嗯。我们家丽丽刚才坐船累了。雷雷睡着了，哇去！这上面大盐粒子，我靠，真咸，老咸了。哎呀！雷雷在那儿睡觉呢，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睡觉呢。那街上人还络绎不绝呢，非常多。人特别多，小公主要吃。我们家小公主就是小吃货，你给她啥她吃啥，是吧？大宝怎么样？大宝今天刚才把那个凉水都泼到身上，太热了，这边是吧？那再吃点，大宝。这么甜？哎，甜的都没有虾味了。一会儿我们就回城了，一会儿就往回开了。妈妈觉得带三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，挺不住了。一会儿给这个换尿布，一会儿给那个喝奶，晚上也睡不好。这是我们家小羊。你没有耐心，一会儿就烦了。你不烦？我不烦，自己的孩子肯定不烦。好，那我等你一会儿，你就负责开车和赚钱，然后我负责看孩子。你确定？对啊。好，大家你们听见了吗？对啊，你让妈妈赚钱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样能不能再待几天？老婆给点钱花啊，我在这儿要多待几天。让他赚钱，儿子同意吧？爸爸带孩子，妈妈赚钱。主要是不是国民带在这里再带几天，情无所谓。哦，可以，爸爸享受带孩子，然后妈妈赚钱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相信妈妈能赚钱吗？能。你确定？能。确定。行，宝宝，赶紧的开个工程师公司。工程公司，老公就吃老本，就吃你的。我啥都不干，我就看孩子。来，大宝，咱俩的达成了一定协议了哈。跟老铁和粉丝们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爸爸要带孩子，妈妈工作。爸爸要遛娃，妈妈负责工作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来，一言为定。家庭都这样啊，很多家庭都这样，是吗？那我就带娃，咱们留言问一下老铁们，同意的话，我们就是小米在家看娃，遛娃，然后我们家小杨工作，是吧？我们家大宝都同意了。如果我们不带两，再带两千，我就不同意。哎呦，真是！你知道这个地方好远好远，现在一劲儿开过去商量。关键这儿酒店太贵了，咱们随便住一个酒店都300欧元，得给你妈省点儿。你妈虽然现在还没有赚钱，你爸爸赚。好了，一会儿出发，对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。
哇，我们的行程接近尾声，朋友们，然后我们发现该停回家，该停回家。要是大那个二宝，稍微长大一点，或者是妹妹长大一点，就好多了。因为现在我们等于是带两个小宝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个哭了，第二个还夜里哭，哭完了也得哭，然后换完尿不湿也得换尿不湿。主要是大宝现在还好，就不用说太花心思去照看，然后大宝也能自己独立的也得照看自己，看他，对，也得看他。有的时候大宝还能帮咱看看妹妹和弟弟，嗯，对。然后最近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二宝天天想看电视，你们听听，就是在医院养了一个出习惯，然后从医院回来我们就是没办法。这次为什么带他去乐高城，就是想让他多动动手，然后在医院里之前，就用这个玩具，忘记疼痛，然后我们想带他去看看，更加深印象。回来以后我们也想，就是以这种游戏来代替电视吧，但是也得慢慢来，不可能一下就完成这些我们想做的这些事情。是妈妈，今天这个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。是，所以说我们发现。你看二宝一直在这说看电视看电视，哎，咱们要离开了啊，我们今天要离开了，我们要走了，所以希望我们回到家以后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休息的非常好了，因为这次我们出行也是想让爸爸妈妈多休息一下。二宝又开始闹了，我们必须要出发了，朋友们，今天住的这个酒店是最后一家了，然后我们家的妹妹还有我们家的大宝，因为我们昨天刚去的那个哥本哈根，然后坐的船带他们特别开心，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想基本上要赶回去了，一个是这个花销太大，因为我们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出来，酒店啦行程路上花的这些费用太高了，五个人住的话价格还不菲，就是一般都是两三百欧，在哥本哈根更贵，哥本哈根是这儿的价格的两倍，所以说呢我们准备今天800多公里吧就开回去了，然后中间会休息好多，然后我和小杨我们俩还好都会开车，所以说我们俩轮流开一下，所以很快就能到巴黎，我们回去以后休息一下，然后继续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视频，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的小杨的签证和机票买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后续可以继续关注我们，妈妈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，是这种妈妈呢属于是力不从心，就拍视频的时候都没法拍，因为一会儿就被孩子给拽走了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加油啊，所以也是想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三个孩子的家庭没有家里人帮忙啊，单独旅行啊包括生活是怎么一个生活状态，继续支持我们杨米家，长按点赞强烈推荐弹幕还有给我们评论区留言，谢谢小公主，拜拜，你给大家说再见，拜拜再见，讲吗？拜拜。你不是会说吗？拜拜。再见。关注我们杨米家，拜。